假的呀！哎呀，真是假的！假胡子，你到底是谁？谁？哎呦，问蒙圈了！我找路远呢。你们这完全是小孩时间不像。趁我一个贱人，趁我这个奸佞小人，身为国奸，不谋其政，任人唯信。哈哈哈！结果就失约了。对呀，是说的理直气壮。一言为定。再不他就气上了。幸好有货源，很多的工人都逃了出去。货源？就是在山寨绑架我们那个。就那孙子，就是那个绑我们的马。等一下，对，他一下就走。来，少废话，我们下次还要来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大家走一走。老乡乡一起，下次绝对认出你的，老头不会认不出来。王妃怎么跪在这里？她是刚从外面偷吃回来的，嘴唇啊，对，没有，有个刀疤，有个刀疤。王妃误会了，太妃误会，母妃，母妃误会了。为了报仇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《锦绣南歌》。